台北国小新建校舍落成剪彩典礼，日前由馆长张馆长等人出席来参加。在学生囡仔热情活力的表演之下，佮脱下鞋啊，登上天顶，和学生囡仔做伙来登陆。很牛，充满了日出的欢乐气氛。我们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风水好、地理好、很多好人才的地方啊！人才要从哪里训练的？除了爸爸妈妈哈，爱紧紧做人以外哈，啊，好好教育他，就是我们太保国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摇篮，学习的摇篮。所以我们这一次在老旧教室的整建来对，我们特别哈。注重这一个我们太保国小原来这一栋教室哈的整件哈啊这一件哈那个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哈特别低哈啊行到这哈啊都给它落下去哈啊所以哈爱个积水哈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件八间的教室这八间的教室六间当作教室两间呢打开当作图书馆。啊，太保国小的老师真这么用心，我们太保国小的同学们，你们也会作为嘉义之光，对不对？会不会？馆长呼吁师生爱做伙来发挥学校的教育力量，打造出嘉义人家己人的品牌，展现出嘉义人认真、骨力、朴实、调直、有情有义的特质，来发挥教育理念。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